14号，16岁的美籍华裔中学生王楚楚在洛阳美术馆展出精心创作的30余幅油画作品，并把展出义卖所得的款项捐赠给洛阳贫困山区的学生。画展开幕式上，王楚楚向洛阳美术馆捐赠了自己的一幅油画作品。洛阳美术馆馆长文柳川向王楚楚颁发了收藏证书，捐给希望小学，可以提高他们的学习环境，然后给同志们交流，希望他们也可以掌握一点知识。会容易一些，自由，同时他们的思想和思维是比较活跃的，艺术的典藏，所以说在这样一个艺术典藏版这儿呢，艺术典藏大家都知道，聚会人士大多都是来自全国、全省、来自国际美术方面的友人，大家对这些作品，由于它已经展出于展览一个月时间了，大家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和认可。楚楚今年才楚楚，我的外甥叫楚楚，要说楚楚，楚楚今年才16岁，我看到这个简历是个德才兼备、品学兼优的好学生，他有理想，不只是要做一名画家，画画是他的爱好，他要当一个科学。我昨天已经看了。所有的绘画都非常精辟，都非常精尖，但是这一幅作品精心精致精啊，就留在美术馆了。留在美术馆的资产也不是美术馆的资产，是我们洛阳人民、洛阳政府的资产，永远保留着啊。在洛阳美术馆的收藏证书都编着号，在才登记。他有户口啊。好，我们再次掌声送客，都是有请楚楚和文院长跟你留念。好中文化，更得益于西方比较发达的文明。各位可爱的同学们，
我们这儿真是雨后出晴，外边天气啊真是蒸笼，但是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这么多的人，应该说是清风习习。为什么楚楚动人？是楚楚的作品给大家，给我们，给他的家乡，给他的父老送来的清风。是因为楚楚的精神不仅仅值得我们小朋友学习，更是我们这些父老乡亲感到骄傲。楚楚年方28，汪东林先生坐在那里不停的啊，还有一位刚才来了。前后6年，我在一个儿童艺术绘画。